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103页，看到这个偈啊，中间这个偈啊，那么倒数第四行啊，那前面啊第一个偈啊，那么是在讲啊，这是能够啊，与众生啊真实的利益，让众生得无上道。那么之后接着就是讲啊，那怎么样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呢？透过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六度啊。那总共加起来啊，就是七个偈啊。然后接着就说啊，那么这个菩萨啊，都是在讲菩萨的啊。那这个菩萨啊，那么得到啊这个佛的智慧啊，成佛了，那么能够度一切众生。好，那我们看倒数第四行的这个偈啊，就是第八个偈，偈颂，不可思议智啊，因为他最后就是得智慧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得到这个智慧，圆满智慧，这个智慧叫做不可思议智。那佛的智慧有很多种说法啊，佛的智慧跟声闻的智慧，那在大圣初级大圣里面啊，大圣经典般若经里面，通常用啊毛孔空跟太虚空来比喻。那这里啊，一个是用所谓牛积水跟大海水啊，就是般若经你会看到一个，就是说它所证的，一个是毛孔空啊，也是证到空；一个是太虚空啊，一个是牛积水，一个是大海水啊，就有两种啊，这个就是反差很大的啊比喻。那这里说不可思议智，不可思不可议啊的智慧。啊，因为既深且广啊，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啊，就是不是一般人的概念所想象得到的，不可议世间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来表达啊。那么，所以啊，一般来说，不同的境界啊，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啊，那么被了解。啊，初谛不知二谛是啊，讲的也是这个。那么一切声闻辟支佛，不能知道佛的智慧啊。这里是不可思议智啊，既深且广，证知实相的智慧。那通常啊，通常像大智慧论会把啊这个声闻菩萨跟佛的智慧，那么从这个所谓的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来做差别的分法啊。那这个声闻的智慧叫做一切智啊，菩萨的智慧叫做道种智啊，那么佛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那如果在《阿含经》里面，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啊，一切智者指的就是佛啊，那这个是不太一样啊。那像《华严经》里面啊，性起品啊，讲到如来智慧啊，他用两个比喻，一个叫做无相，一个叫做无碍啊，无相智慧、无碍智慧。那如果是《无量寿经》讲的就更多了啊，他讲这个不了啊，生到边地的人不了佛智啊，以疑惑心修诸功德啊，那么不知道啊，不是明白真正佛说法的道理啊，那么其实就是。你虽然要往生净土，
啊，但是你对于佛法他没有很深入的理解，这种人以疑惑心修诸功德，啊，这个就叫做以疑惑心修诸功德。很多修净土的人都没有去注意到，啊，他说的除外原则，啊，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的智慧，啊，那么去即使你修诸功德，啊，这个事情我们稍微在这边讲一下，因为修净土的人非常多，啊，那么大部分，啊，都是自己耽误自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了解佛教他们修的是什么，啊，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啊，因为这里讲到无量寿经说的佛的智慧，啊，就顺带讲了，啊，那无量寿经里面说到要往生净土，那么必须要具足四种条件，啊，一个就是发菩提心，一个就是修诸功德，啊，没有黑板写了，啊，不用写，用讲的就好。一个是发菩提心，一个是修诸功德，一个是一向专念，一个是回向发愿，就这四个，啊，那么发菩提心，啊，这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以为只要，啊，那么发愿往生就好了，啊，其实不是，啊，就是你具足十念就可往生了，啊，无量寿经讲到最后只剩下十八愿，啊，这个是错误的，啊，那么就变成，啊，你只要临命中具足十念就能往生了。那后来更离谱，啊，也不用具足十念，你即使已经死了，临命中前不知道，死后盖个往生被，做个超度法会，然后就能往生了，啊，就做往生船，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那根本，啊，连发愿十念都不用，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多数人要往生净土的状况，啊，即使他没信佛教，没皈依三宝，不管他的善恶业，不管他的善业恶业有愿无愿，啊，反正他死的时候，啊，你看盖的往生被，然后之后，啊，给他写个超度牌位，参加个水陆法会，然后他就能够送他往生极乐世界了。这种观念在我们现在的，尤其是北传佛教，非常的流行啊。那这种完完全全在净土经典里面找不到任何的依据了啊。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这么信啊。我们只是在讲到佛的智慧，讲到无量寿经又讲到佛的智慧，顺带讲而已啊。那就是因为这种观念影响我们很大啊。那么而且也影响佛弟子啊，尤其这些虔诚啊，那么相信的佛弟子都认为啊，这样就能够送他啊的祖先啊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无量寿经》里面讲四种往生的必备条件啊，一个是发菩提心啊，那菩提心等一下就会讲了，等一下就讲什么是菩提心了啊。第二个啊，就是要修诸功德啊，那第三个才是一向专念，就念佛。啊，而且要一向专念啊。那第四个是回向发愿，你有愿啊，要往生净土。好，那四个里面啊，它在重点是在发菩提心跟修诸功德啊。好，那发菩提心是发了就可以了，但是重点在修诸功德。好，那修诸功德它还有除外啊，就是它有个但书，他说这个众生虽然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一向专念、回向发愿，四个都有了啊。但是他以疑惑心啊，这不了佛智，就是他对佛法不理解，他对佛所说的法不明白、不清楚，疑惑心啊，什么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非法说法、法说非法啊，那么正见掺着邪见啊，正法掺着邪法啊，那么这样的人。啊，就疑惑心嘛，啊，疑就是对四谛苦集灭道的道理不清不楚，对缘起的道理不明不白，那疑惑嘛，啊，好，以疑惑心修诸功德，他不是不修，他修，何况很多人不修的，很多人也不知道要修的啊。好，那修诸功德就是这里讲的六度四摄了啊。好，以疑惑心修诸功德啊，这种人不了佛智，不知道佛的智慧。啊，那么他底下他说这种人会升到边地。你看他又发菩提心，又修诸功德，然后又一向专念，又回向化愿，只是他对佛法没有正见，没有正信。
这样的人也会生边地。一样无量寿经说的啊，那大部分的人其实读经哦，断章取义，然后读一段啊，然后就拿那一段来，然后就抓着那一段，然后就说要往生了啊，就好像啊，你抓着气球，然后底下绑个东西，然后你抓到那个绳子，然后你就说可以升天了啊，那上面都没有气球了，你也不知道啊，那掉下来啊，上面的气球都漏风了，你都不知道。啊，你会从高空掉下来。那么他这里讲到的佛智啊，他有几种形容啊啊，第一个啊，就是不思议啊，不思议的智慧啊，像这里讲的，所以佛智常常用不思议啊，就是不可思议啊啊。另外就是不可称啊，就是不可量啊，不可称跟不可量有时候都放在一起。啊，那不可思、不可议、不可称、不可量啊，不可称啊，那么大圣的广啊，深广啊，那么无等的智慧、无伦的智慧、无上最上的最上圣的智慧啊，用这些来形容佛智啊，那就是经典里面啊，大圣经典里面。主要在形容佛的智慧跟一声闻一般啊的智慧的不一样啊。那么如果是阿含经里面的形容，它基本上啊就是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这一类的啊，那141个哦，143个啊，那么就是有100多个跟包括32相80种好，那么跟凡夫不太一样的，跟声闻不一样的。那么智慧主要就是所谓的啊，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一类的。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不可思议智。好，这是一个，就是智慧跟其他的声闻辟支佛菩萨不一样。那这里是菩萨成佛了，具德啊，无坏实智慧啊，具德了，所以就成佛了啊。那么。这个，但是菩萨的智也超越声闻啊，道种智也超越一切智啊。那不同的菩萨阶位，智慧又不一样啊。从初地啊，或是从七地、八地入无生法忍啊，九地、十地啊，那么到佛啊，那不一样。那佛跟佛的智慧就等同了，佛跟佛的智慧都等同，没有哪一尊佛比哪一尊佛更有智慧，没有。啊，慈悲跟智慧都是圆满的，啊，不可能有哪一尊佛比哪一尊佛更有智慧啊，没有这种事，啊，那么光明也一样，光明就是智慧，寿命也一样，寿命就是福报，啊，那无量光、无量寿其实就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啊，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跟无量的慈悲了，其实就是这样。啊，不可思议的智慧就叫做无量光，啊，那么这个无有边际的慈悲，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无量寿，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不可思议智，无量悲心力，啊，不入恶法中，啊，不入恶法中就是入不恶法门了，啊，那不恶法门基本上就是啊我们说的中道实相。那么这个恶就是两边啊，那么世间的人不是只有就是只无，不是只生就是只灭啊，那么缘起里面啊讲的就是啊离有无两边啊，那么更进一步从有无两边开阐出啊生灭长断一义来去啊，这个是所谓的啊入不二法门啊唯一的实相。啊，那就是我们说的中道实相啊，就入不二法门中啊，不入二法中。阿含经基本上啊，那二法其实就是两边，就是错误的啊，那么不正确的虚妄相啊，只取虚妄的相啊，那么这个佛啊，证得诸法实相啊，所以叫做中道实相啊，那这个是不二法门啊，非有非无。非我非无我啊啊，非不生不灭啊，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讲这个等观一切法啊，平等的啊，如实的
啊，那么观照一切法啊，那这个阿含经叫做如实知、如实见啊，那么见一切法实相啊，那么从理两边来讲，我们叫它中道实相。中道啊，中就是正确啊，道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正确无误的啊这个道理。中观就是正确无误的观察世间的道理啊，基本上是这样。好，世中啊，他说等观一切法啊，他底下有注解啊，入不二法门啊，那其实就是中道实相啊，这是离两边离错误的。驴马驼象秤啊，他这里基本上有四种动物啊，驴、马、驼跟象啊，那么象是比驼大啊，像骆驼啊，驼比马大，马比驴大啊，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啊。那这里有所谓的四象，虽同不相比啊。那么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圣者基本上是三个啊，三我们叫做三乘。但是因为菩萨也有圣者。所以如果依这个驴马驼象秤来讲，秤是交通工具啊，车啦、啊、船啦 然后动物，以车以船以动物为交通工具啊，像很有名的法华经啊，那么这个羊啊，这个鹿啊，不是羊马牛啊，羊车马车，羊车牛车马，羊车马车牛车鹿车哦啊，它基本上也是以动物为主啊，那么以牛为最上圣，那这里是象。那如果这样来看，驴马驼象，驴基本上啊，就是有智慧的话，基本上就是声闻、菩萨跟佛啊，我们叫做六凡四圣，我们有六凡四圣嘛，四圣里面有声闻、辟支佛、菩萨跟佛四种啊，那声闻。声闻大概就是驴啊，那么辟支佛是马，那这个菩萨是驼，那佛是象啊，那么这有四种智慧，虽同不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如果从这个文字来看啊，因为它有四种动物嘛啊，驴马驼象啊，那么这四种啊可以比喻六凡四圣的啊的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是圣者。啊，菩萨一般来讲啊，七地或八地啊，正无生法的，那么就是圣者了啊。那这个声闻啊，正出果啊，须陀洹啊，就是圣者了啊。那辟支佛啊，那基本上是没有佛的时代得解脱的啊，或是独行独住的啊。那佛啊，那基本上就是相称。他说：“虽然都有智慧啊，那么如果从究竟来讲啊，这个菩萨是还没究竟的啊，但是声闻究竟就是阿罗汉啊，辟支佛究竟了啊，那佛也究竟啊。他说虽都有这个智慧，但不相比啊，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没有办法啊来做比较啊，就是比不上了啊啊。”驴比不上马，马比不上驼，驼比不上象。菩萨即声闻，大小亦如是啊。那这里有所谓的大菩萨、小菩萨啊，或是大智慧、小智慧啊。那么如果真的要分，也可以这样啊。那么大阿罗汉啊，那么阿罗汉跟大阿罗汉，菩萨跟大菩萨啊。那像大菩萨就叫做摩诃萨啊，那么也有不同的差别。那这个大小啊，也可以说是菩萨声闻的大小，也可以说是菩萨比较大，声闻比较小啊，大概这样。好，那说到大慈悲为轴，智慧为两轮啊，这个轴是车啊，因为前面有驴马驼象秤，这个秤是车，那这个车前面拉的动物是驴马驼象。那后面的车要以大慈悲为轴啊，就是后面有个木质的车啊为它的轴心啊，所以通常这个是所谓的
啊，这个大圣三要啊，学佛三要，大圣三心啊，以就是菩提心，以大慈悲，以慈悲心为根本啊。那慈悲心以智慧为根本啊，就是无所得心啊，叫做性空慧啊。那么所以智慧两轮啊是在行走的，那么这个车的轴心是慈悲心，但是实际上行走运行的是智慧在运行啊，以慈悲心为动力啊，为根本的一个核心，所以它就是智慧所行的，就是要利益众生的啊，指的是这个意思啦啊，就是你智慧，所以它六度里面以般若为导啊，那么这个修诸万恨，那么所修的万恨都是目的地要令众生成佛啊，或令众生离苦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慈悲心啊，讲的是这个了啊，所以智慧为两轮，轮是在行走的，实际行走是靠这个轮子嘛啊，但是轮子要往哪里走，轮子要往哪里走是靠那个轴，那但是啊，拉的是这个驴马头像啊，就是驴马头像包括声闻菩萨啊，佛辟支佛，他都利益众生，他都利益众生，那么他利益众生的核心轴心，核心就是慈悲啊，慈悲的动力啊，然后实际上怎么利益众生，就是不同的智慧啊，智慧为两轮啊，所以以般若为导啊，以大慈悲为根本而行六度四摄啊，那精进为十码啊，这个十码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极慈之码啊，那么精进啊，精进其实就是这个车，不管是驴马驮象车啊，他这里解释马，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动词而已啊，就是跑得很快啊，那么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在利益众生啊，那么重点啊，他这里是把六度啊，把菩萨的六度放在里面啊，就是因为他修六度成就了之后啊，那么他把这个六度，前面是总说啊，那么发菩提心的人啊，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好，那菩提心的内容，利益众生的内容有六度，那后面啊，就是这个六度实际上啊，那么它的关键处在哪里啊？它所代表的就是布施是怎么样，持戒是怎么样啊，智慧是怎么样，慈悲是怎么样啊，基本上是这样。好，所以他说这个精进为十码啊，就是加鞭快马了啊，就是能够啊，菩萨为了要利益众生，为了要成佛，那么非常的精进啊，所以十码是这个车跑得很快的意思啊，他其实就是这个马车跑得很快了啊，那前面有所谓的驴马驮象车，驴车、马车、驮车、象车啊，一样都跑得很快啊。那么戒定以为贤啊，这个都是这个车里面的啊。那么这个控制前面的驴马驮象的啊，那这样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是贤啊。那底下有注解啊，可以控制它的行止的啊，走快、走慢、停下来的啊。那是以戒跟定啊，那么忍辱心为铠啊，那么铠是铠甲，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要利益众生之前啊，那如果没有忍辱的心，那么很容易受伤啊，因为不是说你要帮助别人，要利益众生啊，众生有欢喜你也欢喜，有时候你一开始一厢情愿很欢喜，但是众生不欢喜，那么不欢喜的原因有可能是你跟他没有善缘，有恶缘，你怎么做他都不欢喜。第二个是你没有善巧，你没有善巧啊，你给他的不是他要的，所以他会嫌你烦啊，而且会你真正要帮助他，他反而觉得你这个是要羞辱他，是要伤害他啊。就是你没有善巧，你不会观察，你也不知道他真正要什么，你给了他你认为他需要的啊，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他不要的，或是他讨厌的，啊，那么这个也会啊，你一厢情愿的要帮助这个众生，结果众生啊，那么反而非常厌恶你，然后背后伤害你啊，也有可能或当前伤害你。那么菩萨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都会遇到这些事，啊，那么像布施持戒，为什么说像一教经讲啊？忍辱的功德，布施持戒所不能及，很简单嘛。布施是你自己欢喜，要给谁？对象是你选的，给什么是你决定的，给多少也是你决定的，什么时候给，给谁，给多少，这个是你决定的，都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啊，持戒是你自己觉得我要持这个戒啊，我要持不杀生戒。我要持不偷盗戒，我要持五戒，我要持八关斋戒，这个也是你自己决定的，啊，就好像你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你有多少钱，你要买什么东西，这个是你决定的，都不是别人强迫你，你心甘情愿，你欢喜的，你愿意持这条戒，你愿意这样布施，那个都是你决定的，忍辱就不是啦，忍辱是你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或是你根本意想不到会这样，结果忽然之间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人啊，那么出现来，而且都是伤害性的，它并不是你带给别人利益，或是你自己要控制你自己，不是的。这些现象啊，人事物，那不晓得什么时候啊，那么忽然间出现，或是你虽然知道，但不在你的意料之中，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你那个心，假设没有这种忍辱的，没有这种忍辱的这样的能力，你第一个你很容易受伤。那么一旦受伤了，就会菩提心就会败坏。很简单嘛，你帮助人啊，帮助了这个人一年两年，这个人后来受你帮助之后，他觉得你本来就是欠他的。那么你会这样帮助他，那就是你过去生欠我的，你本来就要还给我啊。那么你听了就会一肚子火，我再也不帮助你了啊！我看是谁欠谁啊？那么类似的，我们只是举这个，这种例子太多了啊。那么你就会退菩提心啊，你就会败坏了啊，或是说你帮助他，结果他后来伤害你，那么你受不了了，结果你本来帮助他的，后来你就会伤害他。你不是不帮助他而已，你还会伤害他，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就烂了、臭了，啊，那所以像类似像这样的例子，你如果没有忍辱心哈，你菩萨道是很难修的，啊，特别是在言语上的忍辱，啊，言语上的忍辱更难哦，啊，我们常常都是因为一句话放在心里面几十年，啊，那么你很不容易跨越。我觉得修菩萨道，一个门槛就是忍辱，啊，而且是对别人的羞辱，或是对你所，特别是对你所帮助的人，无私无私尽心尽力帮助的人，反过头来咬你一口，你最难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无理的啊，他没有理，你有理，可是啊，有理的人做对的人。要接受没有理的人、做错的人的羞辱，而且还不能讲，这个你也忍不过啊。那所以大部分如果真的要行菩萨道，忍辱是一个门槛，就是一个瓶颈，它是一个瓶颈。那在娑婆世界，释迦佛在娑婆世界修行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忍辱，一个就是精进。没有这两个，没有这两个，你在娑婆世界很难行菩萨道啊，因为娑婆世界的逆缘多啊，不好的就是恶因、恶业、恶缘啊。我们本身在这个娑婆世界杂染，我们是杂染业，我们有杂染心，有杂染缘，杂染就是善恶都有啊。所以当遇到善缘的时候，当然你会增长善心。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杂染心、杂染业、杂染缘、杂染报，娑婆世界是杂染果报嘛，啊，就是善恶差不多差不多，那善比恶多一点点，啊，那还要看你是从哪一道来的，
啊，如果是从人道跟天道来啊，天道人道来啊，善业多一点点。如果从三恶道上来，那么善业也是多一点点，但是那个成分比较低啊，因为你善业不多，你都不会生三善道，不会生人，你一定在三恶道。那你在三恶道受苦完上来，还是善业多一点，你才会做人。但是这个善业的成分不就是不纯啊，就是它的力量不够，三恶道的那个习气、那个恶因、恶业、恶缘还多。但是虽然就是多，善业还是多一点，因为我们是一业流转的嘛。如果你的恶业，你还有三恶道的恶业比三善道的恶业重，那么你都不会做人，你都不会做人。你从恶鬼道、从畜生道上来，你都不会做人，你还是在畜生道到恶鬼道，恶鬼道又到另外一个恶鬼道，就无财鬼变成有财鬼，就这样而已。啊，少财鬼变成有财鬼啊，你还不一定会，你还不是会做人。所以人是杂染报，就是有善有恶。那么善一定比恶多一点啊，比如说六四分、三七分、八二分、九一分，这每个人不一样。那善的层次也不一样。那但是啊，你既然做人了、啊，表示你都是善恶杂染的，而且善比较强。但是如果你的恶缘重、恶业重的话，你很容易见到另外一个恶人、另外一个恶缘，或者你在恶业又受报的时候，你因为苦会起恶心，又会招感恶缘，又会造作恶业，就是不断反复这样啊。所以修行的重点永远都是在啊，第一个要诸恶莫作啊，不要结恶缘，不要造恶业，不要起恶心。那么众善奉持，多造善缘，多造善业，多起善心。那么多结善缘。那么最重要的根本就是要自尽其意，要深种善根啊。那个善根深了，有善根自然会造善业，自然会起善心。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心嘛，对佛法信心念定慧的心嘛。所以你有善根，你自然会起善心造善业，起善心造善业自然会招感善缘。那么你再进一步，你学习度化众生的善巧，那么你就可以行菩萨道。要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你会很辛苦。你虽然有心有力啊，虽然有心有力哦，但是没有善巧，没有智慧，单单有心有力不行，不行啊，就没有办法啊。那所以这种，如果你实际要行菩萨道，忍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金刚经》，《金刚经》它讲六度四摄、三心行六度，它的核心是三心行六度嘛，它的重点都放在布施跟忍辱啊，当然还有精进啊。那不在娑婆世界。再说，因为布施跟忍辱是别于戒定慧的主要的两个差别，那特别是忍辱，特别是忍辱啊。所以你像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的啊，从他棒任他飞，把火烧天徒自贫，我闻恰似饮甘露啊，消融顿入不思议啊，观恶言是功德，此则成无善之事。啊，不因善办起冤亲，何表无身持人力？啊，就是说你要了解这种道理啊。那么你一旦跨越了这个瓶颈，你一旦跨越了忍辱的这个瓶颈，那这个要有时候要修好几年，看人啊。如果你过去真有修，很容易就上了，就像吃素一样。吃素哦，有些人说吃素就吃素了，但有些人不行啊，隔个两三年、三四年，慢慢调啊，一样。那这个。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啊，那么忍辱这个东西，就是假设你要行菩萨道啊，那因为菩萨道要面对的就是众生啊。那如果你说解脱道，那谁不好我就离开谁就好，离境就好了嘛。虽然有些境也不容易不容易离啊，但是我也不管他就好啊，管他去死啊，那么管他可不可以成就，反正又不关我的事。那这样就退菩提心了，这样菩提心就坏掉了啊。那么你不但不能管他，你还必得要利益他。那当然你不用现前利益啊，因为你要累积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你才有办法利益这个众生。
啊，这无量寿经不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善根福德因缘一样嘛，善根福德善业嘛，善缘嘛，还不是这样，一样都是这样而已，善根善业善缘，一切都是心业缘嘛。好，那么你要利益他，你还不能放弃他，啊，就算他伤害你啊，像文殊菩萨，你伤害我，你跟我有缘，我有能力，我一定度化你，因为佛也不度无缘的众生，啊，那你只要跟我有缘，你就依我得度，不管是善缘恶缘，但是恶缘要先转成善缘，善缘再转成法缘，啊，基本上是这样嘛，啊，我们利益众生基本上是先把恶缘转成善缘，那如果没有恶缘，要防止造恶缘、结恶缘，没有恶缘要防止结恶缘，就是这件衣服不脏，你就不要把它弄脏了，啊，那么如果脏了，那都要洗啊。啊，看脏到什么程度，就要用什么方法洗到怎么样干净，那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先没有结的恶缘不要结，已经结的恶缘尽量转成善缘。那如果恶缘很重，那要先让它薄，让这个恶缘变薄，啊，然后慢慢慢慢在恶缘中注入善缘，那渐渐这个恶缘没有了，变成善缘。善缘有善缘之后，他容易听你的话，容易相信你，啊，因为对你有好感嘛，啊，那佛说法都要先欢喜信受，不欢喜也不信受。我告诉你，不信受就不可能照你的话做，不可能依教奉行，不可能，啊，不管你讲的多有道理，不管你讲的多有道理哦，啊，他不听就是不听，听了不信就是不信，信了不行就是不行，不遵行就是不遵行。那佛说法也是这样啊，先欢喜。欢喜之后才信受，他要先信你，他先信你这个人才会信你说的话，他连你的人都不信，你说的什么话他就算对的，他也会把你想成错的，就算是好的，他也会给你翻成不好的，啊，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东西。所以菩萨要利益众生，菩萨要利益众生，啊，那么你第一个就是假设要先看有恶缘没恶缘，那有恶缘没恶缘其实也很简单，它也不一定是过去式的，但一定是过去，不是不一定是过去式，但一定是过去，啊，昨天前天，啊，那么你忽然之间骂了他，啊，他今天看到你，啊，就不再那么恭敬你了，啊，看到你不再那么欢喜了，啊，类似像这样，那么累积很长的时间，或是你过去生伤害了他，伤害很深，他彼此来都隔音之谜忘记了，但隔音之谜忘记了，但是业力他看到你，他就是怎么看到你就是讨厌你，啊，或是他看到你就是害怕你，啊，那这种是业力缘他在显现，你不知不觉的他就是有这种力量，啊，那所以啊，他基本上人跟人主要人跟人的缘就好像吸引力一样嘛。那么互相吸引或互相排斥，啊，这个磁铁跟磁铁两极，它会互相排斥，那不同的会互相吸引。好，那一样，那么你见到这个人，那么如果是有恶缘，那么你要先让他恶缘转为善缘，那么善缘开始，他才会对你这个人欢喜，对你这个人欢喜之后，他会相信你说的话，啊，那么相信你说的话，你教他的，他会愿意去做。啊，那么这是一个，啊，所以但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就是善缘之后就要转成什么法缘善根，要把他的你跟他的善缘，那么让他去学习佛法啊，那转成善根，啊，就是调伏烦恼了啊，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忍辱是很重要的，就讲到菩萨道了啊。实际上你真的是行持菩萨道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这中间种种的关键啊，但是你要真去做，你不是在书上读而已啊，你就是真的有发愿啊，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实际上去做看看啊，很简单嘛，就一个礼拜，你先用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啊，或三个月，通常你如果先用一个礼拜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啊，就是假设比如说啊，布施，我们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来说啊，假设是布施，你先一个礼拜，你菩提心就一个礼拜没关系啊，就是你这个发心利益众生就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里面啊，比如说布施，这个礼拜里面只要我看见那个人缺少什么，我有的我就一定给他，就一个礼拜就好。你看你做得到做不到，那么只要他来跟我要，凡是我有的我就给他，如果我没有的，我能够找到的我也会找到给他。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他也需要，但是他比较需要，或是他跟你一样需要，把我的先舍给他啊，就一个礼拜啊，你试试看啊。啊，那么布施是这样，那持戒也是，持戒比举来讲，你也不用久，真的你就先做一个礼拜，那你就会知道菩萨道要实际上去做了。真的，我是这样做过来的，所以我知道，我是这样做过来，我知道。比如说啊，比如说好，就这个礼拜，不管是谁，我遇到谁，发生什么事，有理无理。我都不起嗔恨心啊，不起嗔恨心比较难啊。先不要说不起嗔恨心，我都不骂人，我都不生气啊。你有嗔恨心，但是你不表现出来啊，你不骂人，你不在他面前讲他，你不在他背后讲他，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我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不在任何人面前，有人没人的时候啊，我不说人的是非，就一个礼拜，你试试看。那第一天啊很高兴，第二天很高兴，第三天哇境界来了啊，你忍不住了，稍微忍得住，第四天他变本加厉，你就忍不住了啊。那你如果有那个愿，你会坚持一个礼拜哦。那你如果坚持过了，你会很欢喜哦。好，那你就再加强一个月，你会发现到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菩萨道没有那么好做啊。你可以试试看啊。那么比如说，好，不起嗔恨心其实比较难。你说不骂人，一个礼拜七十八，忍一忍还可以过。啊，一个月，我一个月不管是大妄语、小妄语啊，大妄语不会犯，小妄语我也不犯。但是你会发现到没有那么好做，啊，比如持戒就是这样。那忍辱更难的，我告诉你，真的。啊，所以忍辱为持戒苦恨所不能及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个都是要你要实践的，你真的要去做，你才会先到哎，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你不发心都还没有，不一定有，不发心也有，但是就是随着因缘成熟来，那你就面对不过就算了，就这样。但是一旦你发心的话，它会鼓动，它有可能将要成熟的因缘，因为你的发心会先成熟。所以本来你没有发心啊，那个恶因恶缘时不时的来啊，那时不时的来，你不会怎么样啊，反正就是面对嘛啊。那么水来土淹嘛，兵来将挡嘛。但是当你发心的时候，鼓动了啊，有可能，但是看个人啊。那么会忽然之间很多境界连续来啊，我们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种的，你也挡，但挡不住。因为你心力没那么强，啊，你可能就挡不住，啊啊，所以你还会发现到，哎，你的心力哪里不足？但是你如果这个菩提愿很深的话，很深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跌倒了会再站起来。如果没有，啊，你跌倒了你就不站起来了，啊，你就转向了，叫做退转嘛，退跟转基本上就要不退就是转了。那么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例子哦。那我们如果啊，其实这修行哦，有时候你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啊，这样念都很伟大，这样念都很伟大。想一想啊，自己啊在行菩萨道，那我问你，你怎么行啊？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行，不是，你就实际上去做做看，你就知道。啊，你也不用六度都做，我告诉你，你没那么厉害。你先从布施，然后持戒，然后忍辱这三个开始做。你说啊，那简单啊？不简单，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不简单。布施是一切众生都布施的，不拣择的。啊，那你会发现到刚好啊，前几天你都很欢喜，那么第三天、第四天有一个你最讨厌的人要来跟你要你最喜欢的东西啦。那你有愿啊，一个礼拜啊，这第四天还没到啊，你要不要给？
你说给别人你还甘愿，给其他的东西你还可以，就是给我最喜欢的，他偏偏给我要我最喜欢的，而且是我最讨厌的人。那你说你给不给？菩提愿不就是断了吗？我告诉你很实际的例子哦，这是我亲身走过来的，所以我知道，所以我才能够讲到这么样。因为实际上你要行菩萨道嘛，我们不要说敬畏来记，我告诉你，你就是尽行受你都不容易。但是不容易是一开始，假设你能够每一次的挫折底下你都能够坚固你的菩提心，不断不断修补填实充实你的菩提心，你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你会发现到实际上就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战，而且你要对治烦恼都这样了，何况是要利益众生。因为对治烦恼是你自己的烦恼啊，你自己可以控制啊，但是你要利益的众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啊，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这一部分如果你没有相当大的悲心跟智慧，我告诉你，你做不来。那也因为你在这些境界里面体会到，所以你会不断增强自己的悲心跟智慧，不断去思维这种道理。我告诉你，行菩萨道就是这样，真的真的这样做。你如果比如说你们回去都可以，就你们就发一个礼拜的菩提愿就好了，一个礼拜就好，你试试看。那你从布施也可以，从持戒也可以，从忍辱也可以，就这三个。那你先从布施持戒做就好啊。那你要先想一想，那你发愿就是若卵生若胎生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我皆一定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你不用发到那么高的愿，你的布施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喜欢我的不喜欢我的，跟我有仇的跟我有恩的，对我好对我不好的，赞叹我骂我的，是国民党的是民进党的是共产党的，不管，只要我看到他需要，菩提心的意义就是这样啊，不择一切众生，我只要看到他需要，而且我有，我就主动给他。如果他来跟我要，我有我一定给他，如果我没有我想办法给他，可以吗？你画画看试试看，你回去试试看，你就知道没那么容易。那也许一个礼拜里面，哎，过了，哎呀，都没有事，没有事，还没有啊。你再发一个月，然后渐渐，你会发现到，哎，刚开始都这样。我先告诉你，刚开始都是这样。哎呀，这个我喜欢的人来给我给他，我告诉你，你比他还高兴。为什么？你给了他，他很感恩你，对不对？你更感恩他，为什么？啊，你在行菩萨道，啊，你让我有行菩萨道的感觉，让我有完成菩提愿的机会啊！我好感恩你，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几次以后，你给了他五六次以后，他就以为你欠他的了，每次要来跟你讲，每次要来跟你拿，你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情愿了，啊，你开始就会想，我不要让他起贪心，不要让他造恶业，我决定不给他。可是跟你的愿不符合啦，是不是？你就要想这个事哦，真的，这是我实际上经验过来，所以我知道。那你开始就会挣扎，那我到底要不要重新发愿？啊，我要给一切的人，但是有一种人有贪心的除外，好，那你怎么界定他有贪心？现在不是他有没有贪心，现在是你有没有谦心。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现在不是他有没有烦恼，现在是你自己发愿的。若卵生若胎生若识生，跟我好的跟我不好的，对我有利益的，你没有说有烦恼的除外，有烦恼的除外你就不用度众生了。哪一个众生没烦恼？你跟我讲，哪一个众生没贪心？有显现没显现而已啦，断了贪心都是三果啊。那你只布施给三果的吗？不可能啊。那什么时候起贪心你有可以预计吗？啊，所以我们讲，我们就是讲说要行菩萨道这一件事，我们看起来好像，因为我们也听太多了，老实说，我们都是大圣的行菩萨道的人啊，可是你真正有去行过吗？我问你啊，这个不容易哦，真的啊。我以前在福眼就发愿，后来发现到，哦，这个太难了啊，你就会有境界啊。然后布施持戒都是这样，那忍辱更难
更不容易啊。那我们讲到这个了，好，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啊。那么像比较常说的就是我一个月里面都不说妄语，好，你试试看，那你就会有很多机会让你不得不说妄语。你会告诉他这个小妄语没关系，小妄语也是妄语啊，啊，这个方便妄语也不行。我告诉你，你就是这样做，你试试看就好。那你怕一个月，一个月老实讲境界太多太长，夜长梦多，你知道吗？那你就一个礼拜，你就一个礼拜去做。我告诉你，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行菩萨道，什么叫做菩提心，什么叫做不退转。你可以试试看，我是走过来的，我知道。但是这个有效，这个会让你真正有那一种菩提愿，就是这个。然后你后面才来讲六度四摄，我告诉你真的。好，先下课。
继续来看啊，因为他这里讲到啊，就是这个记啊，这个记最主要的啊，就是那么第一个先讲啊菩提心，第二个就是菩提心所行的就是六度啊，那详细讲就是六度四摄，那后面啊就是啊这个六度四摄这个戒定慧慈悲跟精进啊。这个在菩萨道里面，你怎么行菩萨道，它的关键处啊，所以啊，他说根本是由菩提心为轴核心。那么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有智慧般若啊，两轮啊，两轮行走。那么你啊，要有精进的心啊，你才能走得快啊。那么而且。这个走得快的当下要不走错，要不会走错啊，那能够控制到快慢刚刚好，那这个是戒跟定啊，你不会太急躁啊，不心不安定，那也不会走偏啊，这个是戒。戒就是防护啊，调伏啊，就是你觉得哎，这个走错了啊，因为有戒跟律语，戒律语你知道啊，这个偏掉了啊，你要拉回来啊，要往左边偏一点，要往右边偏一点，要快一点，要慢一点啊！太快了啊，心太浮躁了啊！太慢了啊，心太昏沉了啊！太暧昧了啊，没有力了啊！那么这个都要控制啊，所以控制那个马车快慢往左往右的啊，就是那个弦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控制配软配的啊。这个东西啊，就套在那个车上面的控制的，那么用戒跟定啊，那以慧为主啊，以慈悲为核心。好，那么你还要防护自己不受到伤害，这个是忍辱的铠甲啊。那你要保护你的菩提心啊，那么不要被伤害，因为在菩萨道的行持当中，那么我们是很容易遭受到伤害的，所以你必须要练就。啊，有一个不受伤害的心啊，就是铠甲啊，这个是铠忍辱啊，所以要长养啊。那么忍辱心最主要的啊，来自于智慧啊，所以生忍法忍，我们讲生忍法忍，无生法忍，生忍是众生忍嘛，法忍生忍是有情众生的忍耐啊，那么法忍是这个世间的忍乐啊，这一些的啊，环境上的。那么不外乎我们说人事物，那么生忍是人上的啊，那么法忍是事跟物上面的啊。那基本上因为人事物它会影响你的情绪，就是你的心会让你起善恶心啊，那么这一些都会啊，那么不管是善还是恶啊，那么你不起贪不起嗔啊，那么你非常的觉知啊，那你才有办法做到啊，有这真正的忍辱啊啊，这个忍啊，就是一开始要忍耐，忍辱一开始都是要忍耐的，那慢慢慢慢不是用忍耐的，因为忍耐持续不了多久，忍耐是一种压迫性的，刚开始的忍啊，忍上面有一把刀，心上有一把刀，刚开始的忍有一点点啊。那么刀是插在心上的，慢慢的忍，那个刀就不是插在心上，是保护那个心的，啊，那个忍并没有插在那个心上，啊，一般人的忍就是忍耐，啊，那个刀是插在心上的，心在滴血，啊，那么但是后来的忍，那个忍是保护那个心的，保护心不受伤害的，就是断除烦恼的，那个刀不是拿来伤害自己的，而是来断除你的烦恼的。所以你有智慧了，任何的境界来，你都前面有一把智慧之刃啊，就智慧之刀，可以去除一切的烦恼，贪心、嗔心啊、怨恨心、不满的心、不甘愿的心，到这里都被那把刀挡住了啊。所以这个忍，它可以是啊，那么世间人的忍啊，那个刀是啊，时不时啊会伤害自己的心的。那么菩萨的忍，那个刀啊，就是不是凡夫啦，他渐渐那个刀是来保护自己的
因为你不会使刀，你就很可能啊用刀来伤害到自己。那你会的话，那个你用刀来保护自己啊，所以那个忍辱啊，那、啊、就是说通常啊讲忍辱是有限制的说，真正的忍不是忍辱而已，还要忍什么啊？忍这个啊名闻利养啊也要忍啊，就是你不会受到他名闻利养的伤害。那这个一开始是要从不好的境界，就是恶因恶缘恶事恶人，你要忍。那慢慢慢善因善缘善事善言，你也不执着，因为你执着了，那就是烦恼。那但是要先从恶因恶缘忍耐开始啊，那慢慢做到所谓的八风吹不动啊，那么渐渐就做到六路出常对，不能动其心。啊，就讲这个嘛，啊，那么所以啊，八风吹不动，啊，那么端坐止金莲啊，就是你就是那个觉悟的心就有了。好，那我们来看啊，总持为软佩，啊，那么总持啊，总持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啊陀罗尼啊，那基本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就是。你了解这个修行的纲要啊，你了解他知道他的次第，那你知道要怎么做啊，那么原则啊知道，施行细则你也知道，那么中间的这些变化啊你要怎么做你都知道啊，那这个是所谓总持。那一般来讲，持善不施，持恶不生啊，一开始要从这里，那么后来就是所谓的持法啊，对于佛法的道理，那么不会啊，那么不会失去啊，所以一般是从文持陀罗尼开始啊，又叫做陀罗尼。那么渐渐进入所谓的实相啊，中道实相。好，那么这个总持啊，有时候重在念，有时候重在定，有时候重在慧啊。好，那就不离开戒定慧了。摩诃延忍称，摩诃延忍。啊，就是这个是摩诃延忍，就是大圣忍了啊。摩诃延忍的这个称，就是车啊，这个佛称、菩萨称，能度于一切啊。那这个能度于一切啊，主要是能度一切众生。那么如果真的要来讲，能够度一切境界，能够度一切苦，能够度一切烦恼啊，就是能够跨越的、超越，度是超越啊，或是度脱啊。那么一般来讲啊，这里的意思是偏向于说能度于一切众生的啊，一切众生。那其实如果你能够六度四摄，能够这样做，你能超越一切烦恼习气，度一切烦恼习气啊，就是像《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当你能够超越一切烦恼习气的时候，你就能成佛。你能够超越一切烦恼，就是度一切烦恼。那么。度就是跨越嘛，超越嘛，度脱苦海嘛，你就能够离一切苦啊，你能够度一切苦，能够度一切众。从解脱道来讲，你能够度一切苦，那么从菩萨道来讲啊，你不但度一切苦，你还能够度一切众生离苦啊，那么也能够让众生离一切苦，度一切苦啊，即是这样啊，所以能度于一切苦。或是能度一切众生，一切正在受苦的一切众生，那么你要度一切苦，那么一定要度一切烦恼。你要度一切烦恼，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智慧啊！那你要度一切众生，除了有智慧之外，你还要有度众生的智慧啊！度烦就是你要有觉察、控制、调伏、断除一切烦恼的智慧。你才能超越一切烦恼啊，度脱苦海，度脱一切众生。好，那这整个记啊，基本上啊，是占大乘的。好，那再接着看《摩诃严经》不为说菩萨众的理由啊，就延伸到前面啊。那么菩萨众啊，别于声闻众，他说如声闻经最初，但说比丘众。摩诃严经啊，大乘初何以不但说菩萨众啊？就
那么声闻里面啊，只有说比丘啊，那么这个菩萨为什么啊？那么大圣经为什么不只说菩萨众？他说摩诃眼广大啊，诸乘诸道皆入摩诃眼啊，都在大乘里面啊。像那个《法华经》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唯一佛乘。那么三乘都在佛乘里面啊，都在大乘里面啊，它是同一条路，只是远跟近的问题啊。那这里不是远跟近啊，就300里、500里，这里是大跟小的问题啊。它就在里面啊。那么声闻乘啊，狭小啊，不说摩诃眼。就是小不能容大，但大可以容小。譬如恒河不受大海，以其狭小故。因为恒河的水流入大海，但是大海比恒河大太多了。那么以其狭小故，大海能受众流，不但是恒河的水流进去，其他五河的水，是所有河的水都能够流入大海。但是大海的水如果都灌到恒河，恒河是受不住的啊，没有办法啊。那以其广大故，摩诃眼法亦复如是，如既说。好，那这里用了两个比喻啊，就是牛基水跟大海水啊。那我们说过啊，那么毛孔空跟太虚空啊，那么也有这样的比喻。好，那他说摩诃眼，他举了一个偈。那这个偈我们先把这个偈先看完。他说摩诃眼如海，就好像大海一样，小圣就好像牛基水一样啊。什么叫做牛基水啊？那下雨下就是牛走过，因为牛常常走的地方好像是那个是下过雨，那牛走过，那会那个泥土会凹进去，牛踩过的脚印会凹进去，因为牛重嘛啊，凹进去，那凹进去就形成一个凹洞、挖洞，啊，就是像牛角，牛的蹄有多大，它踏进去那个洞就多大，然后深不会很深啊，因为地嘛，它不会很深，啊，比较浅，比较小啊，这个叫做牛基水啊，就是水坑啊，小小挖坑啊，啊，那么他这里说到啊。那么小圣就好像牛基水一样，小故不受大，比喻其余亦如是啊，比喻也是这样。那我们来看黑板，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在《摩诃般若经》卷13啊，《大智度论》啊卷68，在后面了啊。他说得生般若，你已经得到甚深般若啊，大乘的啊，甚深般若啊，那么。弃舍去，反而不用。这个人就好像取声闻辟支佛所应行经，就是你大圣的这个经典啊，你不信受了啊，那不行了啊，不依教奉行了，反而取声闻辟支佛解脱了啊。那么所应行经啊，就那么这样的人啊，那么就好像有一个人。就好像有一个人想要去看大海，有些人没看过大海啊。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没看过大海，因为我们在台湾哦，四边都是海啊，所以除了南投的人啊不住没有海边之外，其他各县市都有海边啊，像我们台南也有海边，那屏东也有海边啊。那么见了大海之后，反求牛基水啊，就有一点像这样啊。那我们说般若经常用的就是毛孔空跟太虚空。来形容他所证的境界了，啊，太虚空那么大，毛孔空那么小，啊，那这里是牛基水跟这个大海水，啊，跟大海水，啊，这个不一样，啊，牛基水跟大海水的比喻好，那么这里也另外一个比喻啊，跟这个偈有点像啊，但这个是阿育王经的，阿育王经因为哦后来被编入杂含啊。那不晓得的人以为是杂含经，其实不是啊。那阿育王赞叹阿难啊，如大海水，如大海之水，牛基所不容啊，就是那个坑，那个牛基水就这么一个小个而已嘛，大海水很大啊。
如是佛智海啊，佛智慧海啊，那么其他的人都没办法说，只有阿难多闻啊，重持嘛啊，第一啊好。那么这个是牛溪水跟大海水的比喻。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翻过来，现在讲菩提萨埵了啊。好，那前面那个菩萨啊，为什么啊？那么要别说的理由啊，那现在就解释这个菩提萨埵。一开始都是这样啊，前面的几卷解释的非常细啊，解释的非常细啊。你看如是我闻啊，什么是如是，什么是我闻啊，讲很多了啊，一开始都解释的很细。他说：“何等名菩提，何等名萨埵？因为前面是菩萨众，从菩萨众延伸出来。菩萨的意思是，菩萨是略称，我们把它略称了。它原文应该叫做菩提萨埵，我们把它简称略称叫菩萨。因为鸠摩罗什的翻译就是简略啊，因为秦人好简，就是说中国人喜欢简略。”啊，所以能够简就尽量简，啊，比如说佛陀，我们就直接翻佛，两个字就变一个字；阿罗汉三个字，我们就给它再简一个字，变成罗汉。啊，那么法叫做达摩啊，我们就给它翻成意义，翻成法，达摩就翻成法。啊，那菩提萨埵没有翻成意义，就音译，但是就简菩提跟萨埵各取一个字，叫做菩萨。啊，那基本上都是这样啊。那么生应该是生且三卡啊，那也是音译，但是就生且就翻作生一个字，反正三个字的就简成两个字，两个字的就简成一个字，那四个字的呢，菩提萨埵，那就简成两个字菩萨啊。那么很多都是这样啊。好，那所以他这里讲菩提萨埵啊，他现在要解释。啊，那么你应该要就是菩提是什么，萨埵是什么啊？你不能解释菩是什么，萨是什么啊？不是啊，因为萨就是萨埵，菩就是菩提。好，那他说何等名菩提，何等名萨埵？那先来看啊，他这里有四个说法啊，什么叫做菩提萨埵？啊，什么叫做菩提？什么叫萨埵？那为什么叫菩提萨埵？啊，那底下有啊，啊，讲了很多。好，那先来看，菩提名诸佛道。所谓诸佛道，就是诸佛之道。啊，一切诸佛所行的道路，一切诸佛都是由菩萨成佛的。啊。那如果阿罗汉、辟支佛就不是，但一切诸佛前面都是行菩萨道而成佛的啊，所以菩提基本上啊，菩提其实啊，一般我们讲啊，有三种菩提，菩提其实有三种菩提，那这里指的是啊佛菩提啊，我们把这个擦掉啊，写一下。啊，所以这里的菩提其实是正觉的意思而已，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而已。菩提，单单说菩提，它不一定是佛道啊。他说菩提是诸佛道。如果单单讲菩提，它就是正觉的意思而已。这个是大智度论说的啊，智论说是诸佛道。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说菩提是诸佛道，不是他的意思。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菩提是正觉的意思，啊，或是觉悟的意思，他就是觉的意思而已，啊。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是正，啊，但是也可以翻作正觉，啊，但是三藐三菩提，啊。那菩提有三种，声闻菩提，就是觉悟分三种，声闻的觉悟。辟支佛的觉悟跟佛的觉悟啊，其实是声闻菩提、辟支佛菩提跟佛菩提啊，其实是这样。
啊，那他指的，他意思是说，这里的菩提萨埵，因为菩提下面是连接着萨埵，如果单单只是菩提，就不一定是诸佛道。单单只是说菩提，不一定是诸佛道。但是是在菩提萨埵前面的菩提，啊，那这个菩提萨埵前面的菩提，那这个就是诸佛道，啊，这个是声闻道，这个都是解脱道啊。这个叫解脱道，这个叫做佛道或叫做菩萨道，这个叫佛道啊。那从因讲，从就近讲叫佛道，从因讲叫做菩萨道啊，菩萨道啊。那前面还有一个人天道啊，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但是人天道不能叫菩提，因为它没有觉，它没有正觉，它没有觉。那么有觉的，就是有入圣流的啊，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但是因为这个菩提萨埵是萨埵前面的菩提，所以它是诸佛道。如果单单解释菩提，它就不一定是佛道，不一定诸佛，诸佛之道啊。那么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菩提名诸佛道，萨埵或名众生，或名大心。大心的众生啊，那么世人诸佛道功德尽欲等，其心不可断不可破，如金刚山啊。金刚就是不可破不可坏，我们说金刚钻。这个世间最硬的东西啊是金刚啊，然后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啊，是名大心，如寂说啊。那么一切诸佛法啊，一切诸佛啊，成就诸佛的法啊，那么智慧及戒定能利益一切啊，啊，是名为菩提啊。那其心不可动，人人成道士，不断亦不破，是心名萨埵啊。就是解释菩提萨埵的啊，那这个不知道是引用哪里的啊。好，那他说自利利他啊，度一切众生知法实性行无上道，为贤圣所赞啊，这给他的标题。他说复次称赞好法名为上，好法体性名为度啊，这个是从印度的这个文里面啊去解释的，就好像我们会把啊，比如说皈依的皈啊，这个反白为皈啊，类像这样的解释啊。那么这个梵文里面啊，或者这个印度的话里面有所谓的六离合式啊，那么从不同的程度上去解释这个东西。好，他说，所以他说称赞好法，这个是上啊，那么好法体现叫做度，菩萨心自利利他故。度一切众生故啊，那么知一切法实性故，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故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翻正啊，两种方法，一种叫做无上正等正觉，一种叫做无上正片知。好，那么一般我们就简单叫无上正觉啊，为一切贤圣之所称赞故，名菩提萨埵。所以者，一切诸法中佛法第一啊，世人欲取是法故，为贤圣所赞叹，这个叫做啊，这个菩提萨埵啊。因为他是从欲度一切众生啊，那么这边来说的啊，那么这样的人要取最上的法，最殊胜的法，所以叫做菩提萨埵。第三个啊，复次如是忍为一切众生脱生老死故，所佛道是名菩提萨埵。好，那这个底下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他这个里的注解啊。那自论啊，这个卷五啊，在这本书的133页啊，我们也可以看啊。他说：“由此大心欲度多众生故，名摩诃萨埵
大心的众生，大心的众生。那么何等是菩萨聚义？什么叫做菩提萨埵？啊，这个聚义就是这个聚菩萨这个聚这个文聚的意思。菩提啊，叫做无上智慧啊。你看这个不同的说法啊。那么跟前面的对比，萨埵或名众生，或是大心，为无上智慧故出大心，名为菩提萨埵啊。跟这里讲的也差不多一样。那么欲令众生行无上道，名菩提萨埵。啊，那在这里讲啊，要度一切众生生死，以世间啊杂含，以世间有老病死三法，不可意、不可爱、不可念故，如来出现世间为众生说法。啊，那因为有老病死苦，如来啊，为众生，为了要令众生出离老病死的苦，所以如来修行，出现在这个世间，而且为众生说法。辟支佛就不为众生说法了啊，就是没有像佛这样的啊。那阿罗汉为众生说法，但还要看啊，就是那么没有像佛这样的啊，那么利益一切众生啊，没有啊。那么因为啊，因为世间有老病死啊，那这里讲的啊，大概啊，我们可以对照后面的啊，差不多是一样啊。所以他这里有讲啊，那么为啊。有菩提萨埵如是人，这个人就是指啊，就菩提萨埵啊。那么为一切众生啊，就是你就是为了要成佛，所以要你就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你要成佛。那么成佛才可以无量无边的利益一切众生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么底下啊，他说好，他这里有讲到啊。那么有三种菩提啊，三种道皆是菩提啊，所以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啊，就是说，如果单单讲菩提，单单讲菩提啊，那么声闻辟支佛都是菩提啊，所以有佛道、有声闻道、有辟支佛道，辟支佛道、声闻道虽得菩提而不称为菩提啊，那么佛功德中菩提称为菩提啊，名为菩提萨埵。那么声闻辟支佛其实也称为菩提，但不是菩提萨埵的菩提啊，其实是这样啊。那么所以他才讲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虽得菩提啊，他也得菩提啊，但不称为菩提啊。就好像其实佛陀这个跟佛陀一样，佛陀是觉者的意思啊，佛陀其实是觉者的意思。那么一切的觉者都可以称为佛陀，一切觉悟真理的人、见法的人都可以称为佛陀，一切的觉者皆可称为佛陀啊，因为佛陀都是觉者的意思嘛。但是为了尊重佛陀啊，后来佛陀就专属悉达多成佛啊，成佛的悉达多才叫佛陀，其他人都不叫佛陀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讲辟支佛陀，他也是佛陀啊，啊，辟支佛就是辟支佛陀，啊，那么照理来讲，舍利佛、目犍连也可以叫佛陀，啊，但是因为佛是创觉者，啊，所以其他人都不叫佛陀，啊，那么因为有佛成佛的无上菩提啊，所以声闻辟支佛，啊，不是真正啊，他其实也是菩提啊，声闻菩提也叫做菩提啊，啊，缘觉菩提也叫菩提啊，啊，但是。啊，真正的菩提啊，是指佛菩提啊，其实这样。好，所以佛功德中的菩提称为菩提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菩提萨埵，这个菩提萨埵，萨埵前面的菩提是指佛菩提。如果没有萨埵，那菩提就不一定啊。但是因为菩提萨埵，它是在萨埵是发大心的，发什么大心？发要成佛度众生的大心。啊，所以这个就叫做菩萨，啊，那简单讲什么？简单讲菩提愿，啊，菩提愿就是大悲心啊，要发度众生的心，啊，那么再简单讲啊，什么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成佛是要度众生的心，啊，其实是这样。那么度众生是没有拣择的度众生，那无私无我的心，那必须要有。必须要有无所得心，才有办法
啊，你一定要有性空慧，你才能够无真正的无私无我。啊，那如果你没有性空慧，你是不可能有无私无我的心。那么你虽然有性空慧，有无私无我的心，你不一定可以度众生。啊，你不一定会度一切众生，不一定。啊，所以啊，以大悲心为根本。啊，菩萨以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为核心，大悲心以无所得心为究竟。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无所得心，你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大悲心。如果你没有大悲心，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你这个心就不是真正的菩提心。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菩提心，你就不能叫菩提，你就不是真实的菩萨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嘛。所以三心行六度嘛，啊，所以有般若道、方便道嘛，啊，那讲的是这个啊。那这我们把它贯通起来就知道了。大圣以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大悲心以无所得心为根本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就三心行六度：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心。那无所得心就是性空慧啊，那么知一切众，知一切法，见一切法实相，啊，那的智慧好。所以他说这个菩提萨埵好。那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叫菩提萨埵？从哪里说它叫做菩提萨埵？其何来名菩提萨埵？啊，就是你名为什么把它叫做菩提萨埵？他说：“具足三事，大愿不可动，精进啊，有大誓愿啊。那么大誓愿，我们基本上就叫做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宏大的誓愿，那么基本上把它归为四类，叫做四弘誓愿啊。那么大宏大啊。”那么心不可动啊，精进不退啊，就是你发了这个誓愿，你不会再变动，动就是不会动荡，不会变动了啊，基本上就是不退转了，不转了，不转动了啊，不变动了啊。那么精进不退，不会退失啊，就是一直往这个目标前进啊。那不退转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那么如果你实际上啊，像我们刚才讲，你实际上你去做做看。那么从做的当中去体会，就是你要去实践啊，这个不是单单只是理论上知道，不是，菩萨是要行的，心跟行，行跟解啊，你要透过理解去实践，就是行，那么透过实行又更加深你的理解，所以叫做行解相应嘛，行解并进，行解并进当中啊，那么由行不断加深你的解，又从解又不断深化你的行啊，精进你的行，就这样行解并进，那行解相应啊，所以菩萨心菩萨行就这样啊，那不断不断的，那么在从修行上啊，那不断的前进，那么从解脱道其实也是这样，正见正思维加深你的正与正。正见由正见见思维而推动你的正与正业正命，那才从你的正与正业正命里面不断加深你的正见正思维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啊，你真的去实践了，你才知道哦，什么叫做三轮体空，什么叫做性空慧，什么叫做无所得，什么叫做大悲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啊，什么叫做不退转。那为什么会退转？在哪里退转？以什么因缘而退而转？啊，那什么叫做不动心啊？那你实践了，你就会知道。啊，那你当然画一条路，很简单啊，就从这里到那里就到了。实际上你走看看，啊，刚好那边在修路，那你又要走另外一条路，刚好走到一半啊，没有油啊，汽车坏掉了啊，那你要怎么办？啊，就是有很多突然的因缘啊，那因为每一个人的业缘不太一样，每一个人心里的素质不太一样，
啊，你刚才走那条路走一走啊，你肚子痛要上厕所了啊，那你又要怎么办啊？类似像这样，所以又有很多突发状况。那我们比如说人家跟你暴露，就是从这里到那里转几个弯大概多久啊，那个是一切顺势，一切顺势顺缘顺心的状态下。但是在娑婆世界很少有这一种啊，这个顺心顺势顺缘的状态下，你就啊、哦、就这个啊，那么一直到达目的地啊，没有啊。修行过程里面非常的啊，有时候非常的坎坷啊，但这是不坎坷也有曲折哈、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部分你都不断的增长你的心力啊，那你不断去理解，那不断去调伏，因为过程中会增长很多烦恼啊，善缘恶缘都会增长烦恼，善缘恶缘都会增长烦恼。善缘增长贪爱的烦恼，恶缘增长嗔恨的烦恼。那你不能如实知，那就不断增长邪见愚痴的烦恼啊，其实贪嗔痴就不断在增长中。那如果你有智慧，你了解，那你的修行过程就是不断控制调伏贪嗔痴的过程，那么在一面增加，一面行戒定慧，一面就是增加你的慈悲跟智慧，度众生的智慧。那么解脱道只是不断有调伏烦恼的智慧，超越烦恼的智慧。那菩萨道还必须增加，在不断的挫折中增加你的悲愿，在不断的挫折中增加你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众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你要有不断的这样。那这个是在过程中不断增加的。所以行菩萨道啊，为什么要那么久啊？因为你要度很多的众生，每一个众生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他本身的问题不一样，他带给你的问题也不一样。这个人会给你带来这种烦恼，那个人会给你带来那种另外一种烦恼。这些烦恼有时候是你想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突然而来的，你措手不及的。好，所以你必须要怎么应对？你第一个当然要先调伏自己的烦恼。那你能调伏自己的烦恼了，你还不一定能够调伏他的烦恼。你能够调伏他的烦恼了，你还不一定能够引导他增长他的善根，引导他入佛道，还不一定啊。所以啊，这个是要不断练的啊。那久练你大概就知道，你大概会知道啊，就是整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啊，到底是要怎么修啊。那当然这个都要我们说，你要从实际上的修行啊，它不仅是说哦，那么天天起来啊，这个做慈心观啊，那就好了啊，没有啊。这个就有一点像这个佛陀跟善生童子讲的话啊，一样的道理，我告诉你真的是一样啊。那么这个善生童子每天早上起来啊，东方所有的众生啊，我都恭敬他，赞叹他，那么他也恭敬我，赞叹我啊。那么南方所有的众生啊，就六方里嘛啊，六方他说早上起来很虔诚哦，很专注哦。我们也是这样啊，早晚课嘛啊，四弘誓愿发得很广嘛啊，那么这个忏悔做得很多嘛，八十八佛或怎么样啊，人不管你念什么经啊，早晚课都一样啊，都是培养你这个心啊。那善生童子早上起来，东方拜一拜，很虔诚的 啊，那么向东方拜，然后发愿，东方一切的众生愿他。愿他幸福快乐，那么如果我遇到他啊，那么他赞叹我，帮助我啊，那么看见我欢喜，我看见他也欢喜，赞叹他，帮助他，南方北方西方啊，上方下方啊，六方嘛啊，他今天去的地方都在六方里面了啊，不会超过六方。好，那实际上完了之后他就出门了，出门去上班之前就这样。可是实际上遇到的时候你有可能忘记了，因为你觉得念一念就好了。不是的，他是要你要总持，所以要总持，要记起来。我早上发愿，我今天要往东方去，我今天会往南方去。好，那么我早上不管往哪一方，那你有可能东方转到南方去了啊，不管啊。那么你就是所遇到的一切众生你都赞叹他，
你都对他欢喜，你都对他不起嗔恨，没有伤害的心，啊，那么他对你也这样，他对你对他这样，他对你不一定这样，啊，因为你的开始发愿，三真童子是这样的嘛，啊，那我对他欢喜赞叹，啊，那我不伤害他，啊，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啊，他也欢喜赞叹，那么不伤害我，可是你不伤害他，他要伤害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还伤不伤害他？你还赞不赞叹他？你还欢不欢喜他？就不一样了，因为念是这样念嘛，念是这样念嘛，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它有很多种状态。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但是我们会觉得念了就是啊，念了就是啊，我们发了好心了嘛，啊，但是有时候你发好心也不一定就会有好事，啊，就会遇到好人不一定，因为有些是你过去缘积累积来的嘛。好，那你怎么办？所以佛陀告诉善真童子，不单单是这样，那么真正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就是你周遭的人，啊，会让你起烦恼、起贪爱、起嗔恨的人，啊，那么东方啊是你的父母，西方是你的妻子，南方是你的朋友啊，那就是其实就是你周遭的人，你今天就发愿。你真正的让你周遭的人，你看见你周遭的人好的，你赞叹，啊，那不好的呢，你不要也跟着赞叹啊，不是，不好的啊，那么你就要忍住，或是你要让它变好，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你要孝顺你的父母，啊，那你要啊，你要照顾你的妻子，啊，那你要帮助你的朋友啊，从这个地方做起。这个才是真正的六方力，啊，你要恭敬沙门婆罗门，你要善待啊，跟你做事的这些奴仆啊，或是工人啊，你要这样做，就是因为真正会引起你烦恼的，会让你欢喜不欢喜的，会让你痛苦不痛苦的，快乐的，都是你周遭的人，跟你有缘的人。那么一切你见到的人，都是跟你有缘的人。那么你要从中离恶缘。离恶缘增加善缘，离恶业增加善业，离恶心增加善行，要从这里做起，而不只是每天啊，哦，东方一切的人怎样怎样，西方一切的人怎样怎样，啊，没有，啊，你刚发往四弘誓愿，刚念完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然后还大回向啊，回向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等一下一个人啊，哪个你东西不还啊，你就开始生气了，啊，那么等一下那个人讲了你背后讲了你一句话。啊，对你的态度不太好了，你就生气了，啊，你还回向，欸，啊，不包括他回向，不包括他，啊，那么度烦恼，就是烦恼无边誓愿断，不包括这一件，不包括这个烦恼，众生无边誓愿度，不包括这个众生，啊，就变成这样了。那么实际上就是你要做的当下，你要不断不断超越，跨越，啊，一道一道的鸿沟你要跨越，一座一座山，一座一座的山，烦恼山，啊，你要超越，啊，那这个是在实行的过程中才会有的。所以佛陀跟善真童子讲，不是这样就幸福，不是天天发愿天天想就幸福，要去做，从你周遭的人做。你周遭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朋友啊，你遇见的沙门婆罗门帮你做事的这些人啊，上方下方这些人，你从你从他身上你去长养慈心，你去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精进的修布施、持戒、忍辱，那么从中心不动，有智慧解决问题，善巧的利益众生，就六度嘛，它就是这样而已啊。这个才是能够升起福德的方法啊。那他善真童子每天他爸爸叫他这样念，他就有功德了，就有福报了。佛陀说，不是这样就有福报，也不是这样就有功德。啊，实际上你这样念心态是对的，就是发菩提愿一样嘛，啊，跟发菩提愿一样，东方一切的众生、南方一切的众生、北方一切的众生，啊，一样啊，你看不是一样吗？啊，这我们把它翻成《金刚经》的话，就是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这样而已嘛。那它只是说，哦，若东方的众生、若南方的众生、若西方的众生、若北方的众生、若上方的众生、若下方的众生，那你把它。把众生的分类另外分嘛，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受、若无受、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啊，那我都赞叹他，他赞叹我，赞叹他，他欢喜我，我欢喜他，我界定若无余涅槃而灭度支，那不是一样，
啊，但是实际上做，就愿是这样发，但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引导你而已，那你要去做，你要去实践，实践愿可以发得很广大，无量无边，没有限制。但实际上做，要从你周遭旁边的人开始做，啊，那你旁边的人一定跟你，一定给分成冤亲债主四类了，啊，跟你比较不对眼的，跟你比较对眼的，啊，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的，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一定是交叉的嘛。有可能是你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你；有可能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有可能是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有可能是你不喜欢他，但是他喜欢你；你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你。反正就是一定都是这一些啦，善恶杂染的。我刚才讲是这样的，那你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东西？不管他喜不喜欢他，我都不管他喜不喜欢我，我都喜欢他；不管他讨厌我喜欢我，我都喜欢他。我这个喜欢不是懒爱的喜欢，就是我喜欢看到他离苦得乐，啊，我帮助他离苦得乐，啊，那么不管他跟我有善缘有恶缘，我一律跟他转成清净法缘。不管他喜不喜欢我，我都带着他一起喜欢佛陀，一起喜欢佛法。啊，你这个心其实不容易哦。但是你如果要真的要行菩萨道，你还必得要这样做。啊，《般若经》大智尊在讲叫你怎么修菩萨道的，啊，它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好，那这个部分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啊，就是告诉你啊，什么是菩萨道，怎么做。实际上，施行细则比较重要啊，就是你实际上要你怎么做。那我说过了嘛，你就一个礼拜就好了。你先发一个礼拜的愿，你不要六度都发，没那么力量，你就先发一个，你挑你可以做的啊，就布施就好了，啊，或是持戒啊，哪一件事你要做到啊，你就先做这个就好了。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精进不退，以这三事叫做菩提萨埵，啊，那会退转基本上都是因为挫折了。啊，那你如果能够，就好像其实很简单的，你念佛也会打妄想啊，啊，那打妄想怎么办？再拉回来啊，继续念啊，执持名号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打妄想，哎，刚才早上我好像门没有关，哎，又拉回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行菩萨道退转怎么办？再拉回来啊，所以那个愿很重要，那个愿就是时时要记着。不退，就是你的心非常坚定的要做这件事，要走这一条路，那个叫做愿啊。一下子风吹了就没有了，那个不叫做愿。愿就是坚固不动的心啊，就愿我愿意这样啊，我发愿要做什么事啊。当然是不容易做到才要发愿嘛，容易做到就不用特别发愿啊。我发愿今天一定要喝两瓶水啊，那个不用发愿。啊，我发愿今天要去 Seven 买一个巧克力来吃啊，那个不用啊。愿就是有一点难度，那你没有坚固的愿，可能不容易达到的啊。比如说我发愿，我一个月里面啊，我都不食众生肉啊。那如果有在吃肉的人，当然这个要发愿才做得到啊。那你会发现到，当你开始发愿要吃素的时候，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就有人要请你吃大餐，而且还是你很想吃的那一种，啊，那你就要挣扎了。好，那我发愿先发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不发，第二个礼拜后才去发，那就不行了，那就退了。那但是你就会这样想哦，因为这个人难得要请我，从美国回来，从哪一国回来要请我去吃大餐，我到底要不要去吃？不吃，他一个月我这个月过了之后，他就要回美国了，回哪里了？那我到底要不要去吃？啊，你就会挣扎。我告诉你，就是会有这种事，就是会有。那你就要坚定看，那你要不要依愿而行？你要不要依愿而行？那所以有时候就会退哦，啊，就会转哦，说好。那像你要过午不食也一样哦，你要过午不食也一样啊。那你要做一件事，就是你要持一个戒啊。那么你到底就是能不能依愿？你的愿心到底有多强啊？那么他就会考验你。那你要能够一次一次的跨越，一次一次的超越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愿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啊，那这个就是过程啊。那我们真的要行菩萨道，就是要经历这个。那实际上可以从一个月、一个礼拜、一个月开始，从一件事开始啊，你不断不断的，那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就叫做菩提愿是什么？你开始可以，你越来越清楚哦，你开始会越来越清楚。啊，然后你开始慢慢慢慢，你一定会失败啊，大部分的人都会失败，但是不同的是，有些会成功，有些会失败，有些有三分的力量，有些有五分的力量，有些有七分的力量啊，不一定，看你的过程，每一个人过去生的那种习惯又不一样啊，但是它是一种挑战啊，对，对，对你能不能依愿修行的挑战。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讲啊，我们先把这件事讲完，啊，他说：“复次有人言，初发心作愿，啊，我当作佛，度一切众生，啊，这个是初发心的，就是我要成佛，是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啊，其实这样。那为什么要成佛呢？因为要度众生。如果只是要度自己的生死苦，证阿罗汉就可以了。”证阿罗汉就可以，啊，就无余涅槃就可以了，啊，那你要度一切众生，如果要度自己的烦恼，断一切烦恼，要度自己的一切苦，那你证阿罗汉就可以。那么如果要度一切众生，让众生离苦，那么必得要做佛才有办法。所以做佛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啊，所以其实菩提心、菩提愿就是要成佛的愿。那么从你发这个愿以来开始，就叫做菩提萨埵。所以你是不是菩萨，是不是菩提萨埵，看你有没有发愿要成佛，看你有没有发愿要成佛啊。那如记说，若初发心时，誓愿当作佛，已过诸世间，应受是供养。啊，你虽然还是凡夫，还有烦恼心，但是你发愿要做佛，有菩提心，你实际上这个心就超越一切的世间，甚至超越声闻辟支佛。为什么？声闻辟支佛没有发这个心，没有发这个心。所以你虽然是初发心菩萨，啊，你的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声闻辟支佛。啊，虽然你还具夫凡夫，还有种种的烦恼，但是因为你有发心，发这个心，啊，所以从名目上来说了，啊，你是超越一切声闻辟支佛的，啊，但是他说，要从初发心到第九无碍，第九无碍啊，这个是无碍道、解脱道，啊，无碍道其实就是。无间呐，啊，因为声闻讲超越烦恼是无间道、解脱道啊，无间道、解脱道啊。那么他说，从这个初发心到第九无碍，无碍就是无间道啊，入金刚三昧中啊。那金刚三昧这中间叫做菩提萨埵啊。那如果菩萨来讲啊，就是断烦恼证无生法忍了啊。那么因为它是第九无间道啊，那这个是啊，从这个声闻断烦恼的这样的次第来说的，因为它有所谓的上中下啊，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上中下总共有九个啊，那么到最后一个啊，证阿罗汉以前，就三界九地证阿罗汉。啊，断无色界的下下的烦恼啊，那个是第九无间道。第九无间道就是后面就是解脱道，那么就断了三界的烦恼啊。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画。好，那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